大家好，我是高金素梅吉瓦斯阿利。今天是警察节，在政治正确、权力侵蚀一切的世道当中，基层的警察是越来越吃力不讨好。越是这样的乱世，老百姓对于治安的焦虑感还有危机感就越加的强烈。对于警察维持公共的秩序、保护社会安全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今天我要向那些处在长官要求和人民期望之间却始终勤恳工作维护治安的基层警察表达我的敬意还有谢意。谢谢你们，是你们不厌其烦的忠于职守，才让人民有了最起码的安全感。世道纷乱，群魔乱舞，作为人民保姆的基层警察责任就更为重大了。我们人民和警察为了社会的安全，一定要守望相助，一起加油。